师傅好，你帮我看一下87年的兔子，有今年有劫。哦，你已经有过一个小劫了，撞过吗？车撞过，是一个劫啊。对对对，师傅你说太对了，车真是被刮我撞了。你这个人没脑子的，人家说什么你都搞不清楚的。是，师傅说的太对了，师傅。所以你要有智慧，多念心经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师傅。师傅，你再帮我看一个1971年的属猪的女的。啊，她的腰不好哎，腰。对对对，师傅你说的太对了，对对对对，肠胃也不好，就是这个、肠胃也不舒服。对他，对对，他最近就是不舒服，对对对，太对了。他脾气比较急，你听得懂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他就是很急啊，脾气急啊，一看就看出来。对对，太对了啊！韩师傅，